我真不知道你们这是为什么。曹总，按照股东大会的章程，现有的股东有优先的收购权，您是第一大股东啊，您要是决定收购的话，我们就不找其他人了。我光污染赔偿就花了几千万，我现在哪有能力去接你的盘？那好，那好，那我们就再去找别人了。随便吧。不过这个污染善后工作呀还没有结束，你可能还要再等等。另外呢，检察院好像对股东资料和产权交易文件挺感兴趣，没准儿你还得跟他们打声招呼。曹总，做人不能这么不讲信义吧？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怎么做人不讲信义了？我们大家要一起守，来日方长嘛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先告辞，我走啊。另可星期有，不可星期五，赶紧吧，找下家出手。可是万一，要是检察院在股权文件里发现了什么线索，我们现在又正好出手。这不是送上门去吗？检察院要找到线索的话，你不交易也跑不了。我们跟他赌的，就是找不到。范总，我还是觉得，这是曹明义拿着检察院做要挟，不想让我们退出。行了行了，这时候别想美事了。不过，曹如果只是想阻止我们退出呢，我倒是有的谈的。您是说，给他出个好价钱？再等等吧，看看曹的反应再说。哎呀，烦人呐！哦，对了，国资办安排了一个去香港的影子谈判，我想让你去。您不去？啊，上次开会。蓝主任可是点名让您去的，您要是不去，我去不是充数吗？要是万一谈不下来，不是麻烦了吗？谈成了更麻烦，上了他们的船，又得给他们当水手。这个卢慧君是什么背景啊？居然敢威胁我？他威胁你什么呢？我就跟他说。检察院现在拿走了全部交易文件，想退退不了。他就威胁我，让我掂量掂量，还让我别玩阴的。我去他的吧！又不是我不让他退的呀。他手里占多少股啊？哎，13%多吧。他想全退？想得美！都退了，我找谁去？算了，跟这种人你较什么劲？
不是我跟他较劲，我就跟他说啊，我说检察院拿走了全部文件，现在想退退不了。是他跟我较劲，我跟他说的全是实话呀。算了，息怒。妈的，气死我了都。不过有个事儿，我想给你提个醒。你说。你不是不明白检察院为什么扣着你一些文件吗？对。会不会跟这个人有关系？怎么讲？因为你来的比较晚，有些事情你可能不了解，我也不想跟你说，省着你负责任。但我现在想，他这么急着想撤，会不会跟检察院有关系？那这里边真有事儿啊！再有事儿连累不到你啊！这远水河况，如果再有事儿的话，我就彻底玩完了。行了行了，那我不跟你说。不，别啊！你死也得让我死一明白，你说清楚点啊！哎，我这儿还没休饰呢，要不然你到我这儿来一趟，咱们面谈。还有空干嘛呀？我现在就过来，你等着。就是想问你，上次给你介绍那个严胖子，活干得怎么样？他干得不错，我也是帮朋友一个忙，谢谢你啊，小弟，还记着老哥我。您的事儿我当然得上心，最近忙吗？有空出来坐坐。嗨，我还不是瞎忙吗？比不过你啊，老弟。哼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说，能帮的一定帮啊。行，谢谢你啊，小弟，我以后混不下去了，一定去找你。不能够，你是国企大管家，怎么可能混不下去？小弟，你可真会说话，越大越不好混呢，树大招风嘛。陆哥，上次咱们见面，你说那个老打电话的小子查到了没有？哦，那个事儿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啊，哎，小弟，我这儿还有点事儿，以后咱们再通电话，到时候见面再聊啊。行，那行，有事打电话。拜拜。这多好。对朋友嘛，就应该是这样。我没事了，你去忙吧。老丁，快，赶紧跟我说说。说完武则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他不是想退出吗？我接着。你不会有什么事瞒着我吧？我当然要瞒着你啊！你不知情，你就没责任；没责任，你就没风险；没风险，你就没有什么可怕的。这道理简单吧？可是，可是什么？
真的要接吗？嗯，不就是10%几的股份吗？我想我还有这个实力吧。再说，他们现在这么急着要退，我想我们能够谈一个不错的价钱。老丁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不会是因为可怜我才帮我的吧？如果那样的话，那我欠你人情就先大发了。先抛开咱俩的人情不说，主要原因是我对原始和矿业有信心。哼，我记得在原水的山上，你跟我说过一句话，你说我们根本就不是做实业的料，这才没过几天，怎么你对做实业又重拾信心了？我现在也有信心了，是因为我相信你能够帮我谈一个好价钱，只要我能够低价吃进，我就能够高价把它卖出。难度有点大。哎，事在人为。那是一烂摊子。不怕，我见过比这更烂的摊子。全部吃香？当然。老曹，他跟你来谈价钱的时候，你先杀他个对折，他不同意，你让他走人，不再理他。什么时候他想明白了再来找你，你就再杀他10%，来一次杀一次，直逼着他下决心成交。老丁，你这到底怎么个玩法呀？这是猫捉老鼠，检方是猫，卢慧君是老鼠，我们是观众。各有所需，各取所需，都好玩。从这些文件里显示不出卢慧君和范长利的持股情况，但是有几个股东，我觉得有必要深入查证一下。哪几个？您看。另外，原水和矿业的股权状况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点：复杂。股权变更频繁，交易方式多种多样，有一些情况是我们无法理解的，还有一些问题我认为应该请教一下专业人士。我觉得现在我们只做案头工作是远远不够的，我们要给曹明义一点压力，因为现在我们无法辨别他是否对我们有所隐瞒，或者说是对我们有意无意的疏漏。你的意思是说曹明义身上还有一些消息没有拿出来？是的。不可能啊，除非他已经早知道我们要调查他，不然他怎么可以判断出来隐藏哪些内容呢？我经历过类似的情况，一些有问题的文件资料从一开始就被列入另册，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反侦查手段，所以我认为霍亮说的非常有道理。但是我们现在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，我们如何既给曹明义施加了压力，又不让他感觉到。我觉得没有必要藏着掖着的吧，范长利已经知道我们在查他了吗？他是怎么知道的？李大，他又不是个傻子。我觉得可以跟曹明义摊牌了。那要看这个牌你怎么个摊法。李冲，你觉得我们应该如何跟曹明义谈呢？这个我还真是不太擅长。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要不给他勾兑一个利害关系。怎么说呢，反正这个私人活，我这曹人是确实是玩不转的。霍亮，通知曹明义到现场接受询问。现在吧？现在通知，给他两天思考时间，让他周一到场。好。林夕，你现在手里的这个工作非常有价值，就像你说的，我们的调查对象并不只是针对范长利和卢慧君，也许更深一层次的内幕会在你手里揭开，你加油。加油！丁先生。
有没有？你们两个晃来晃去的干嘛呀？让不让看了？那是不是这个？我就知道了。让不让看？什么这？宝爸，现在是广告时间，你要不要先去个厕所？不去，赶快开演，等着。哎，你看吧，这个就是，对，太可爱了。这是我给录的吧？算了吧，是给你录的，是我录的。就是，叫你去你都不去，还好意思说是你录的？臭臭臭啊，录的真臭，晃来晃去的什么呀？切，再臭也比你强，是吧，闺女？就是，哎，咱们家有些人呀，就会给别人挑毛病。哎，你今天怎么这么闲呢？啊，我就不能歇歇？这还用问？一定是坏人都抓光了呗。哎，我爸要是失业了，那可就好玩了。你们两个一个大坏蛋，一个小坏蛋，还没抓到，我就不会失业。什么呢？哎，明天呀，你陪女儿去的啊，我在家给你做好吃的。别。啊，我呀宁可在家做饭，还是你陪他去吧。哎，爸，我正式的通知你啊，表演我是一定要考的。你不许阻拦我。行，但是说好了啊，考不上别哭啊。我要是考上了，你必须笑。你要是考不上嘛，爸爸可能会大笑。妈，他是我亲爹吗？甭理他，咱们娘俩散了。孩子都是报考音乐剧班的，你们看看怎么样？刘主任，我们徐总的意思是这样，在您要招的这个班里啊，添几个孩子，这样的话，一来可以满足我们要上马的这部剧，二来也可以为表演系的教学提供一些实际的帮助。那太好了。我们求之不得呀。艺术方面我是个外行，我感兴趣的是怎么能更快地制造出明星。好，那咱们到我办公室细谈。啊，行。来，孩子们集合，快按刚才的队形啊，左右距离拉开，保持好。非常希望这样的合作，这不仅有利于教学，还有利于音乐剧的普及影响。这个剧种呢，目前在国内还算是刚刚起步，真是太好了。刘主任啊，您看接下来咱们具体怎么合作呀？哦，这样，我先给学院打一个报告，按照徐总说的，向领导做一个书面汇报。刘主任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觉得吧，我们的合作毕竟还是个尝试，应该先做起来。招生工作呢，还是你负责。招来的学生，你向我们推荐几个，只要舞蹈觉得合适就行。这几个学生在校期间，我们会把经费直接交给你，其他的绝不插手。我们公司将和他们个人签约，直接参加这部戏的排练和演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事儿就简单了，现在就可以定下来。哎，太好了！我就喜欢简单。啊，徐总，喝水啊。什么事儿？你好，是刘主任吗？是我。啊，你有事吗？我是学生家长，我女儿啊就在咱们这个培训班上课。
我想跟您咨询一下考学的事儿。哎呀，我现在正谈事儿啊，以后再说吧。哎呀，可是就要考试了，我们做家长的什么都不太懂。您，我再谈点事儿，这个稍后再说吧，好吧？您看，您是学生家长吗？哎呀，对对，我女儿啊，今年要考表演专业，我想请老师嘛给她指点指点。哦，您女儿叫什么名字？叫李岑岑，是应届生。啊，您拿的这个是？啊，这个是我女儿上中学的时候在学校的表演录像，想请老师们给看一看，她这个水平啊能不能考上。刘主任，你看看，现在的家长多不容易呀，你就体谅一下吧。哎呀，谢谢老师啊，谢谢谢谢啊，那我就不打扰了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再见啊。刘主任啊，我要是你啊，就不妨收下这个孩子了。家长多难呐！我随口一说，你别当真啊。徐总啊，您可真是个热心肠啊！谢谢你对表演事业的支持，对音乐剧的支持。具体的事情你们俩细谈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哎，再见。好，再见。您慢走啊，徐总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蹲，五、六、七，左斜前方，收一位手，六、七、八，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，吐气，眼随手动，深蹲下去。有几个孩子条件真不错，不知道声音条件怎么样？哦，这样吧，待会儿等下课之后。你选一个，选中了就让他留下，好吧？我说丫头啊，这个音乐剧是什么东西啊？音乐剧就是在舞台上又跳又唱。那不是歌剧？才不是呢，人家这个还得加上表演呢。哎，你说我能被选上吗？那我哪知道。就那个大胡子的导演叔叔，他说了，他说我的声音条件还不错，我觉得应该没问题吧。咱们不是想考表演吗？这个音乐剧啊，选没选上无所谓吧？怎么无所谓呀？你没听人家刘主任说吗？今年表演专业就是要招音乐剧班的。你想啊，我如果这个音乐剧选上了，那表演一定能考上啊。是吗？对呀。这个刘主任真是这么说的？嗯。妈，我怎么觉得你心不在焉的呀？哎呀，我又不懂。这事儿啊，我看还是要跟你爸商量商量。哎，别，千万别，您先别跟我爸商量。你想啊，我爸他本来就不同意我考表演，您要是这会儿跟他说了，那就等于您亲手断送了你女儿的大好前程。什么呀，哥？都过来！叫你回来，回来！你赢了，嚷嚷什么呀？大家都下棋了，你影响大家的秩序，对不对？赢了，你跟他说你怎么赢的，对吧？好好给他讲解，好吧？现在行了，不要了，都给我安静，听见没有？哎，都听我说啊！哎，现在呢，老师给你们讲一下，咱们下。徐总，你来干嘛？你来着，来着。
什么呀？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那么闹啊？老师管不了你们了，坐下，安静。别再笑了。我这儿都乱了套。来，那个，这是咱们新来的，给大家教下棋的姐姐啊，我们的新老师。大家说，姐姐好。姐姐好。不行不行，喊的一点都不整齐，咱们得有礼貌，对不对？再喊一遍，姐姐好。姐姐好。大家好。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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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才姐姐上楼的时候，听到老师让你们下棋，你们是不是不愿意下棋啊？是。姐姐小的时候啊，跟你们一样，也是不喜欢下棋。那我们今天就不下棋了，好吗？好。今天呀，我们来做一个游戏。是打仗的吗？就知道打仗，不玩打仗。没打没打。来，大家看啊，这个棋子是不是特别的像一个小人啊？是。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名字，可是他们没有。那我们今天就给我们面前的这个棋盘上的棋子都起上名字，好吗？好。一会儿你们起好了以后啊，姐姐就来听，看谁起的名字好听，好吗？好。但是有一个条件，必须要保持安静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开始吧。怎么样？完全崩溃。哎呦，真不容易。刚才上楼的时候听到这里边这么吵，还以为你开了个游乐场。我跟你说，跟孩子口水根本就安静不下来。哎呀，真扛不住了，我得喝口茶去。陪我喝茶去，走。真头大，赶紧的让我喝杯茶吧。来，坐。哎，今天是什么茶呀？给你喝个岩茶。我孩子真没法弄。哎，我听你好像跟我说过，说小时候你也跟他们似的，不喜欢学习。不是不情愿，是不知道为什么。是爸爸非要让我学的。你爸爸，那照片上那人，已经去世了。哦，啊，看他长那个样子，应该是个很聪明的男人。爸爸去世的时候，我只有15岁，那个时候什么也不懂，只知道他是个好爸爸、好父亲。后来，在我快30岁的时候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其实他是个特别单纯的大男孩。那他为什么非逼着你学习呢？不知道，还没来得及交流这些。父亲刚去世的那段时间，很长的一段日子，我不敢碰棋，我觉得我是在有意的回避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选修了心理学。学了以后，我突然发现，其实我是一个特别优柔寡断的人。那个时候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在我学棋的时候，父亲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告诉我说，下棋不是猜谜。小时候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才慢慢懂得。其实他无非就是想告诉我，利用自己所掌握的信息，判断自己往哪儿走，然后就坚定地走下去。我想，父亲一定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出来我是个举棋不定的人，所以他想利用下棋这一点，让我明白这个道理。爸爸也是用心良苦啊，这点上挺伟大的。平凡中见伟大，当父亲的都是这样的。嗯，哎，不过我觉得你这些感受
对那些小朋友特别好，可以给他们很好的启发。但是我觉得，也许他们会跟我当年一样，在这个时候不会明白这些。不会，你不管他那样。这个种子呀，只要你种下去，它就能够生根发芽，就像你一样。上了大学以后，突然间有一天豁然开朗，什么就都明白了。但愿吧。不过我觉得这颗种子是你给他们种下的，我只是来浇浇水而已。哼，我可不行，我没你那么细腻。我是个什么人呢？自相矛盾，总是这个我的理想和现实老是特别拧巴。你比如说吧，周末书吧生意最好的时候，我弄了一帮孩子到这下棋来。你再比如说，我很喜欢孩子，可是他们这一折腾，我又头疼。我想教他们点真东西吧，可是发现自己那点玩意儿不行。幸亏有你，帮我撑住这个场面。没有啊，我觉得你跟他们在一起挺和谐的。不行，你最基本的一点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让他们安静下来。哎，你说你怎么想的？嗯，给每一个棋子起个名字，这招挺绝。都是小把戏，小孩呢，他们不懂下棋的道理，拟人化会接近他们的想象，提起他们的兴趣。其实小孩的世界很单纯，在他们的眼睛里，一切都是平等的、清淡的，比成人眼睛里的世界漂亮多了。我觉得你可以写童话。来不及。有什么来不及的？我发现你属于那种女孩子，就是自己有自己的那个小宇宙。有。不过我所面对的宇宙很大，能量很强，容不下我的小宇宙。能理解，在那样的工作环境中，每天要面对那么多复杂的事情，面对那么多复杂的人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生活会让你感觉到很荒谬吗？当然会有，而且会很强烈。不过它跟我的小宇宙没有关系。怎么呢？你想啊，我干的这个工作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，一定会有荒谬感。但是算了，还是不说了。来，喝茶。我是有点怵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。完事之后我给你打电话啊。丁先生，这是能了解到陈子明的全部情况。就这些吗？就这些了。这我都知道了。哎，小弟，你帮我想想啊，咱们认识的这些朋友里面，谁能跟这个陈记者搭上话呀？您不是跟晨报的副主编很熟吗？那人，那人不行，那是个坏人，懒得理他。要找个好人挺难的。嗯，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交往的人全是坏人吗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做好人挺难的。那你做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呢？我。行了，我告诉你啊，只有好人才能交往到好人。之所谓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对了，老洪是个好人。哪个老洪？就是以前帮过咱们那个律师。哦，那海归吧？嗯，就是收费特高、老实英文的那个。他跟这陈记者熟吗？他们俩是一个大学毕业的，应该熟吧？一个大学毕业的就熟吗？你知道这一个大学一年得毕业多少人？哼，行了，不逗你了。这样，你把老洪的电话找来，回头我跟他联系一下。哦。
曹总，请，你请坐。夏菊，咱们能不能换个地方聊？这地方怎么让我觉得那么别扭呢？哦，是这样的，这是正式询问，所以我们想在比较正式的场合里进行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电影里犯人都坐这儿。曹总，你不要紧张，你是我们请过来的证人，这个地方呢比较安静，不受外界的干扰，说起话来精力比较集中，仅此而已，没有别的意思。咱们非得在这儿聊吗？当然不是，环境并不代表什么。那咱们就换个敞亮一点的地方好不好？因为我这人呢比较脆弱，想事想得多。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嗯，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换个敞亮一点的环境，也希望曹总能做一个敞亮的人。您放心，我肯定是有什么说什么。比如上回廖川的事儿，我不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吗？挺配合的。那好吧，去会议室吧。哎，请坐。哎呀，曹总，曹总，哎，这儿够敞亮吧？啊，亮啊。敞亮，敞亮。曹总，这次我们是一个正式的谈话，所以我们要做个录音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请。好，那我们就开门见山。这些资料是你们原水河矿业的全部股东资料吗？应该是全部吧。不过您这么一问，我又含糊了。要不行的话，我打个电话问问，看看还有什么遗漏的没有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有遗漏的话，您也是不知情的，对吗？对您，我可不能有一点隐瞒呀，夏菊，这点您一定要相信我。说实话，我也有责任。对原水河矿业，我疏于管理，出现了很多的漏洞。这些文件我一次都没看过，都是下面的人在搞。这不出问题还好，一出问题啊，我解释都解释不清楚。所以我打算趁这次机会好好整顿一下我们公司的内部，不整顿不行了。曹总，我们今天是一次比较正式的谈话，所以我希望你的回答能够简短明确。如果想聊什么的话，我们下来以后再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其实我有点紧张。紧张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你放松一下。啊，第二个问题，这些股东资料和交易文件中有没有造假的成分？不可能有假，绝对不可能有假。您听我解释，首先，股东资料不会有假，因为没必要造假，该是什么身份就是什么身份，该以什么方式持股就以什么方式持股。其次呢，您刚才说的交易文件就更不可能造假了。如果这部分有假，别说您了，在我这就不能同意，因为股权交易不是儿戏呀。打个比方啊，上周我们有一个股东啊，想要撤出，有13.6%的股份想要出让。那么好，什么价位出让？啊，出让多少股？董事长之后，这一块不会有错的。是谁要退股啊？啊，我只是举个例子啊，目前只是协议，正常交易，正常交易。你不会觉得这是商业机密，不方便告诉我们吧？对您，我怎么能有秘密呢？下去，说实话，自从原水河事件之后，很多股东都想撤出，只是这位股东啊，持的股份大了一点。所以曹总很在乎，对吗？墙倒众人推，这个时候啊，他们真想撤，我拦是拦不住的，这也很正常。只是这位姓卢的哥们儿，仗着有什么背景，做事情太不讲道理了。你刚才说交易文件不可能造假，可是你之前还说过，说这些东西你一次都没有看过。那么既然你没有看过，你怎么能够保证这些文件资料和实际所发生的交易是相符的呢？应该不会有什么错误。如果您有什么疑问的话，我现在就可以帮您核对，有不实之处我来解释，解释不了我负全责。好，
那我们就来核对一下。我怎么觉得他们不像是在找卢慧君的事儿啊？为什么？我都提到姓卢那哥们了，可那女的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什么叫那女的呀？人家有名有姓，她叫夏青。